蝴蝶鱼是最常见和色彩斑斓的珊瑚鱼之一，形成大群，不断在珊瑚礁周围游动，啄食小型底栖无脊椎动物、珊瑚虫、海葵和浮游动物。大多数种类体型不大，达到15至20厘米。由于它们的颜色鲜艳和游泳方式主要靠胸鳍而不是尾鳍，被称为蝴蝶。